唔捌见过面啊呢。迄时阵呢，咱的总干事就跟我分享一个非常让我觉得，很感性的故事。妈妈看到咱许多人的改变，就是有一个关怀方式的，阿妈嘛。社区的时候，我们才把这个整个社区，我们有三个角落都不合作。那为了你们要去的时候，我把这个，所以我们才把三个角落的势力全部整合起来。所以非常感谢弘道基金会，真的真的，都跟他们讲，弘道基金会只要有什么活动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大爱了，我们是小爱了，哦，所以呢，非常感谢弘道基金会。阿妈，你拢搞阿乖吗？冇，我一去，是安那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我，那我就有点受挫啊，所以我回去就跟我婆婆讲，我说妈妈啊。让大家拢无啥八卦呢，干来咱内底，让我先生说八个，我们就先八个好了。结果我找我婆婆，我婆婆她就去号召了四个他们八十几岁的老当赛，我们就一路这样子开始挨户，我们就去把这个整合起来。也低啦，懵掉。然后聚在一起的话，大家拢林正明 ，OK， 这边有重要无？嘿，来，咱请咱董事长来麦克风，嘿，那是大人拢会使出来。来这个主店，阿德的有伴，无孤单，无孤单，无孤单就会笑哈哈。没错，那我们这次不如请到我们的餐桌旁，然后戴上我们的厨师帽。我话说干净哦，龙天文公跳健康操有无？有啊，好，那今摆先问一下，那我们副组长，我们一定要问到。知道才能过关。我们的阿浩最近的生活都在干什么？他就是在有很厉害，八十几岁还下去，他也在我们社区跳健康操。啊，一些本来要叫他们出来，他们就扭扭捏捏不好意思。到最后二三十个大概休就来跳舞，无跳光困未起啦。啊，所以哈，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林总干事。啊，我们在。我们那个弘道基金会举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下碑社区关怀据点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加啊！我们本来是这样子哦，啊，大家哦，这回大家呢，来这参加你这活动，大家拢真欢喜啊呢，趣味啦！阿妈，今年除了恁查某孙来，还够别人无？新妇啦，新妇你到，新妇，新妇。